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小夸刷姐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示范，示范什么呢？示范一只养羊，位于我们台湾的内地。清净农场南投清净农场那边的养羊，哎呀，好，那画的时候呢，在构图的时候呢，一开始先把，哎呀，出师不利啊，笔断掉了，好不容易才削完的，这么短还断，再断就没了。没办法，画得太有情感的时候就是一出力。第二只，啊，真正的气势有影。画一只羊，遭断几只笔。哭哭，好，来吧，不敢那么有情感，轻轻的。啊，养羊的头，额头，他的耳朵的位置，啊，那选这个来示范呢，其实重点在于说。好，就是我们要你们画跟我一样的，因为一开始我只要让你们去知道哦眉材的差异，所以我才选了一个你们所没有的。那等你们画到卡关之后，我才会画跟你们一样的。OK， 懂我吗？懂我的苦心吗？哦，这真的是苦心啊。会让你很苦的心呢、啊，画得很苦。来来来，找出他的眼睛，他的眼睛底多微，看起来是跟……好，没事，冷笑话就不讲。刚刚录完第一部影片的时候，忽然觉得自己好像呆子。我的猫咪都在我旁边睡觉，然后我自己在那边隔空说话。干那空呢？那么就是安尼，预录影片就差这样。啾啾，来吧来吧，去找出羊的鼻子。他正在吃草，他的鼻子在哪里？去找，找出来，看起来是跟牛牛的鼻子、牛牛的嘴巴好像有点像呢。啦啦啦，皮啊，伫倒位？伫遮，伫遮。哎，画不透明，眉材的好处是什么？你可以很大力的画，好，你越大力呢，你后面会画起来越，也不敢说全然的轻松了，但是你后面你就可以不用烦恼，你就可以哦，很明确，就是在这，加强它，用力的画下去，游戏机啊。伊的嘴巴在倒位？伫遮伫遮。哎，我刚才说不要那么废话，怎么又那么唱起歌来了呢？我也不愿意啊。
小绵羊，小绵羊，小绵羊的脖子，对啊，绵羊了。嘿，嘿。背景耳朵，嘿，装这个支架真的是有差呢。想要画的卡住，不过好像就是要装，不装不行啊。反正每只羊羊都长得不太一样，所以你就不要想说要画的一模一样。OK， 好，这就是我们的等一下再打哈欠。好，先把它都推回去。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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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回去回去回去。来来，赶快赶快。时间有限啊，但你还要画不透明水彩呢。好，那就这时候呢，你必须想一下，想一下刚刚我们画的顺序是什么。在这里，基本上就是那样。啊，惨了，我的粉彩也断了。今天是什么断断日？吼吼，吼吼，白酒白酒，草，其实草不用画了，大概勾一下而已。今麦画什么？我嘛唔知。来来来，继续。混色，我们说的混色，混色，把酒打回，你你你你，你你你你，不是在唱歌，是在。画着画着就哼起来了。背景可画可不画，但是已经画了就画了。好，认真磨人就是这样。认真磨人就是做什么事都要很认真。曾几何时，认真磨人被拿来取笑，啊，太认真了，不行哦，认真不行，嘿嘿。好，来继续，一样，没有一样，稍微不太一样。好，粉呢？如果你在家里，你不要就这样直接往前面吹。到时候你会扫得很辛苦。那家里有养猫咪的，更不要往前推，更不要往前吹。你看他们吃到粉，虽然说这个是欧盟认证无毒的，但是不要吃就不要吃，好吧？能不吃就不吃。吃掉也袂健康，搞大汉。所以不要吃。想到一个很矛盾的事，没有啊，
还是鼻子，鼻子，鼻子，嘴巴，嘴巴，鼻头里，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好，我的猫咪一定觉得我是个笨蛋，在那边自己在那边画画，边那边讲话。额头，额头，额头在哪里？哦，在这里呀、啊。耳朵，耳朵，耳朵，耳朵。然后嘞，然后嘞，打灰，打灰，打灰。画在你刚刚画的旁边，记得吗？记得。好。你你你，你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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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。这个呢，如果说今天是一个不会画画的人，他看到我的画，他一定想说：“这个人是在画什么画哥？”好了，开玩笑。可能会画画，看到也想说，这个东西在我前面挖沟。反正我画画就是这样，快快乐乐画画，平平安安回家。哇、哦，今天的手使用过度，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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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哔。啊对的，六月六号不是的，就是端午，端午连假，我们不用上课嘛，我们不用上课，刚好那个我要去开刀，好，那在开完刀之后呢，预计就是有跟东海那边讲，就是预计我们可能先暂停，就是先暂停个一个月吧。也才四次，好，先暂停。但尽可能啊，就是因为开完刀也不知道他恢复状况怎么样。总之就是会包着，固定。好，那就我们得先暂停一下。希望你们多多体谅。好，那我也是想说啊，反正就要开刀了，那就尽情的给他画下去吧。其实我是蛮会忍耐的啦，不然这个伤已经一年了还没好。会撑，这么会撑有没有奖励？没有。头发声，吹了。混色，混色，好像是什么使用什么技能，在开始要混色之前，都必须说混色。好，总之呢，希望在拍了这个影片，示范影片之后。几年后，我有勇气继续看自己的厚颜无耻。竟然这么幼稚，在那边混色。哦，这个是草。你说，老师，哔哔哔，你犯规，你在勾细节。没有，画个
感觉啊，画感觉不行哦。嗯，可以。画画就是画感觉。啊，灰灰。还没有，绵羊又不是绿色的，你干嘛给它绿色？不行哦。可以，你要给它绿就给它绿。对啊，就是这样。OK， 先给它绿色，好吗？给它绿色干嘛？它在，它这么想吃草，因为它吃了太多草，所以它的毛变绿色。天啊，你在把不？哦，不是啊，就是。环境色加上感觉，哎，我就是 想要给它这个颜色，不行，可以，好，继续。继续继续，加紧速度。给他画上去。你想说你在画什么？不想看了，我来去睡午觉。哎，你们不看，不给你们看。认真看，认真看。等一下换你们画。粉红色，出动了，可爱的粉红色，嘴唇，痒痒，哇哇哇！刚才想到，哎，惨了惨了惨了！上次有说要示范的同学，你们要再等等了，欠你们欠你们，先欠着先欠着。好，来继续。来来来，粉粉的绿，我要混色，粉粉的绿跟粉粉的粉红混在一起，就变成粉粉的灰，有没有？很灰的哦。今天不知道为什么。嘴巴唱歌，好了，来喽！咻咻咻，咻咻咻，咻咻！继续，喵喵，嘟嘟嘟嘟，给它蓝色，蓝色蓝色，哇，你带着绿色已经很过分，你还带蓝色，没办法。内心充满着丰富的色彩，想要什么给他什么，碎碎碎。的毛毛，头顶的毛毛，快出来哦！有没有发现呢？我们家的羊快出来哦！对对对对，羊羊快出来的，来，继续。
反正呢，总之呢，就是最亮的都不要去画它，其他的灰灰的你就慢慢的补，就补那些灰。哎，竟然是一支断掉的笔。哦，当粉太多的时候要怎么办呢？往前吹，吹到别人的背上。乱说。千万不可以啊。没有，因为真的之前看到同学在画的时候呢，就直接往前吹，然后前面那个同学的背上，哦，都是粉，彩色的粉，都是粉就算了，还是彩色的粉。而且你今天如果是画白色的，你吹到人家背上，你看人家好像长了一堆头皮屑，从此走路被误会。干嘛有头皮屑不行？可以啊，来，多的粉倒掉，痒痒会出来喽。来，继续。哦，把猪就进位。如何如何？看到目前为止，觉得还不错吧？应该吧？不错吧？如果你觉得还好，我厉害喂，你安尼甲讲。你来喂，让我立威。OK， 抢。迷油嘞。哦，我的痒痒快出来喽！哎，到底有没有在录影啊？啊，有，吓死我！刚刚喂的这么辛苦，喂的这么辛苦。画的这么辛苦，啦啦啦啦！等一下还要混色哦，不是只有这样哦。有时候你要去拯救，往回看，去拯救那些被你牺牲掉的色彩。公告，睡一睡突然掉了一下，我的痒痒要出来喽！看一下，哦，看起来敢那够，美美嘞！粉色，粉色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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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他的身体，啊，他的身体，啊，他的鼻子，
就回来。在吃东西是吧？让你好像在吃东西。刚刚都是大色块哦，现在才是稍微去琢磨一下、刻画一下。然后嘞，这里要怎么办？这里要带进去。我发现那个之前遇到的3岁到6岁小朋友都会学机器人讲话。可能刚好那时候流行的机器人。但是我刚刚也在学机器人讲话。等一下，慢慢的加量。问到一猫猫，猫猫猫猫，啊，会。粉色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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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。好，准备，预备，一次拿2只。眼睛，嘿嘿，我掉了，哼，真可爱。幸好是。早上露营是他们睡觉的时候。干嘛来了玩？把酒，洋洋的把酒，黄色的。滴滴滴，看你想要怎么给他什么笔触，你就给他什么笔触吧。粉色。接着呢，使用黑魔法探金笔。好，讲一下，补充一下，
补充说明一下，碳晶笔呢是目前已知目前已知可与粉彩结合的画笔。哦，铅笔没办法，因为铅笔画上去之后它会跑出来。跟他已知用火一样，同个概念。好，那粉彩它其实说真的，在画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种这种纸本身的白跳出来啊。当然你能把它填满，当然就最好把它填满，把它有点讨厌。好，那。当我今天就只是示范的时候，我就不太去 care 它，因为没那么多时间去把它用抹，哦，啊，你想要把它补一下可以，这样，拿一个中间色调，所以中间色调就是，有加白的，最好，哦，当然了，我们说的，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的，哦，所谓的中间色是什么？不亮也不暗，就是中间色。混色，撇姐，混色。哎，坤爸要来乱啊！猫猫，谜样的乡巴佬啊，推荐你们啊，有空可以看一下。我觉得我实在是超厉害。明明就没时间，但是总是可以挤出那么一丁点的时间。最近看到那个乌克兰在拍乌克兰总统，他从没选上到选上，好，那选上之后他是怎么样去改变乌克兰，然后他是怎么样的去实践他的理念跟理想，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。就是如果这个世界上多一些这样的人就好了，那这些人是要有权力的。当然呢，他今天能有权力也是他有一群。支持他的人，看到他的人，啊，里面有讲到一个，就是乡巴佬。那乡巴佬在讲的是什么？就是一种世俗化、社会化的人。推荐你们去看，我觉得。你再把它拿来对照我们台湾，或许这是
这个世界上普遍的现象。但是有人深信不疑的想要去改变它，就跟我一样啊。但拍谁我没有什么权，对，但是我觉得艺术跟教育，我觉得它是改变人很重要的一个环节。好，碎碎念结束了，推荐你们。好，我的羊出来了，看起来不是很可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点悲伤，因为他准备去开刀了。QQ。好。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我们的羊大概是长这样。当然，如果可以的话啦，稍微给他一点点层次啊。有层次就有世界，有世界就有想不到。卖来欧北宫，好，画了一堆粉，干性粉彩。它的最大缺点就是有很多粉呢，但是它的好处是什么？它可以混色，混出，这个怎么那么滑？好像那种油性粉彩。好，那有同学会问说，油性粉彩跟干性粉彩差别在哪？干性粉彩呢，它画起来就是可以很顺的混色。那油性粉彩呢，它画起来，它会有点像是蜡笔那样。小时候最讨厌的眉彩就是蜡笔，油油的，然后又没办法去混出我要的色彩，我觉得啊，个人喜好。你说他嘴巴怎么歪歪的？他正在吃草啊，不行吗？人家不能吃草吗？身为羊，吃草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好吗？就是要给他画歪歪的，以凸显，以彰显，正在吃草，好像没什么必要。好嘞，大概就这样咯，那我们的不透明就这样结束啦。粉彩不是不透明水彩，是粉彩。